说你们爷俩是不是跟我有仇？啊？这干啥呀？没吃过呀？啊？没吃过呀，小明啊？啊？能管好自己的嘴不？能不能？能不能行？啊？能让人省点心不？是不是你带头，老师啊？是不是你带头啊？你起来，小明，是不是你带头啊？小明啊，你告诉老爷谁要的？老小明啊，谁要的啊？我他妈心态崩了呀！跨界的兄弟们啊，因为他现在这个小伙跨界了啊，泰迪试探的跨界拉布拉多啊，拉布拉多啊，试探的跨界泰迪啊，他有点岔皮了。你哥的，不知道小明在这干啥呢？啊，纯属意外啊，兄弟们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，老爷有学问啊，就是有点。你起来，三娃，你起来，我揍他，揍他屁股，我揍他屁股。你说小迷糊，这营养膏一猜就是他妈你吃的，啊？吐了，吐了，能吃吗？能吃吗？啊，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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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得拉肠子呀？啊，这不得嘎肠子呀？啊？吃肚里不划肠子啊？啊？这都是为你好，你说这玩意你都吃？那老爷是不是为你好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为你好？是不是为你好？都是为你好，心里有没有数？有没有数？你是真行，小明啊，你是真行啊，啊，你是真行，行了，行了，闭嘴，闭嘴，行，好了，闭嘴。老爷都是为你好，小明啊，老爷都是为你好，能不能，你能不能老实点？行了，老爷是不是为你好？啊，行了，你脾气别那么大，行不行？啊，老爷错了，行不行？老爷错了，小明，操你哥的！